你把药箱给直墨，上本王的马来吧。啊？什么？药箱。药箱。来。啊？什么？来呀！王爷。 小人腿动不了了，抽筋了。哎，王爷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看一副尸骸，需要你帮忙验尸，酬金会加倍。 王爷，非要带着小人去吗？小人很快就要会师了，本来这几日是要闭门读书的。再说了，王爷，我也不是仵作呀。正所谓术业有专攻嘛。本王是觉得尸骸上面有些特殊的东西，普通的仵作看不出来。谁让你知道还阳散呢？ 王爷，我这不是怕一来一回耽误了功夫，会影响我会试。快马加鞭，一日便到。一日？怎么？你若着急的话，我们可以现在出发。哎哎，不是不是，王爷，王爷，我们能不能再商量商量，再商量一下？我的意思是，还能再快点。 撤！这穆卓华怎么看怎么不靠谱。王爷的命令，我当然知道啊。我是怕他帮不上王爷的忙，胆小如鼠。要是见了尸体就推软，还怎么担心仵作之责？我觉得能帮。那是他帮不上的。他装的。 倒是挺相信的，走吧，驾，驾。